力之城，好啦，天下为公，最后入闸，有你共赏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三场赛事，国际三级赛1000米杨志京短途锦标。一开闸，咁前面快啲嘅马咧，中间位置天下为公啦，真好彩系红衫啦，最入就发型起啦，黄衫第四位到啦，仲有汇力之城啊，后边两只白衫爱兰咧，有利共赏，包咗落尾蓝衫精辉嚟噶。好啦，跑咗一段路程啦，发型起就放咗出嚟，第二位就天下为公啊，第三位黄衫入边咧就汇力之城啦，红衫第四位真好彩，爱兰白衫第五位咧就有利共赏，包咗落尾仍然系精辉嚟噶。好啦，跑咗一半有多啦，天下为公爱兰已经上嚟过咗只发型起噶啦，真好彩就红衫啦，咁第四位外边咧白衫，仲有呢只咧就有你共赏，入边就汇力之城啊，包咗落尾仍然系精辉啊。好啦，最后百零米，天下为公仲系占先嘅，跟住佢后边有你共赏一路冇位啊，咁入边咧见到精辉咧亦都杀紧上嚟，中间位置仲系真好彩，最入汇力之城，最后100米由包尾追上嚟嘅精辉赢出杨志京短途锦标，跑第二名汇力之城，第三名有你共赏，咁第四名咧先至系嗰只天下为公。哇！由包尾位置追上嚟就係精輝啊，頭段佢跟唔到啊，咁但係最後400米一半到啦，佢好似係撞開過一隻匯力之城噶，匯力之城啊第二、第三名咧，跟住只天下為公又唔好彩一路冇位，天下為公就跑第四。哇！驚喜啊，整隻精輝啊，四號啊，90倍啊勝出啦，咁啊騎師潘明輝，第二名5號嘅匯力之城偉達，第三名咧二號有你共賞巴道，第四名一號天下為公莫雷拉。哇！潘明辉同埋呢个姚本辉嘅组合，双辉啊，一撞撞开只汇力之城，嗰只汇力之城咧全程好似好立咁啊，一路好似即系冇啊。精輝嗰度都夾硬叫個位出嚟啊！好啦，睇睇預計嘅派彩先啦。跑第一名咧就係4號嘅精輝啊，獨贏派905蚊啊，位置派176蚊。跑第二名咧就係5號嘅匯力之城，位置派15.5嘅。跑第三名咧就係2號嘅有利共賞啊，連贏位啊4+5咧派571.5嘅。三重彩4號、5號、2號順序啊派5319蚊，單天咧派314蚊嘅。跑第四名咧就係1號嘅天下為公。阿輝連阿輝嘅真係，真輝啊！之前啊，咁啊爆咗個冷門，天下為公都係唔得啦。咁啊再睇多次啊，雖然今日你話重磅啊，但係翻嚟都轉弱得幾快。即係加咗個眼罩，好似都冇乜大幫助。差唔多啦，我覺得係。所以啲馬王級，你整個罩都係冇乜辦法先試下啫，睇下有冇咩刺激咁。呢啲係犀利開嘅，你就算個眼罩唔會幫佢識飛啊！咪精輝呢度有啲驚喜啦，咁樣撞開只匯力之城，都可能都要啲代價咯。睇嚟啊，嗰度咁樣撞法，好明顯嗰個撞法。佢唔撞開隔離嗰只咧，佢係會踩到前面嗰只後蹄，都危險噶啦嗰位啊！不過嗰只匯力之城今日全程都好立啊，見到偉大又想拍下邊，只馬好似又劈得比較慢啊。佢真係埋唔到欄就冇咁好咯。佢應該同只有你共賞交換位啊，差唔多啦。嗰只咧就喺度塞喺裏邊。哦，嗰只有你共賞真係慘，你見到騎師扭左扭右都唔係，啊、出好啊入好咧，都唔知幾多次啦嗰度已經。犀利啊！呢只精輝啊，7歲之齡啊，第一次跑呢個直路啊！所以咁多意外先有啲90倍走出嚟啊！所以有時啲中距離馬縮前跑短途咧，間唔中1日半就有驚喜㗎。
早段跟都跟唔住，十足十嗰只咁嘅胜利宝石高级版，有一 touch 啦，真系符码过码。其他嗰啲又真系差唔多系立啦，天下围攻嗰啲啊，跑唔翻。好啦，潘明辉咁赢翻场分级赛啦，都啊，季内第二十 win 啦都。今日啊，唯一一位 full booking 嘅騎師啊，潘明輝。嗯。做咗大師傅啊，一再都講嘅成績咧，就冇特別嘅倒退啊，都仍然啊維持到一定嘅拆騎嘅數量啦，同埋都有交出成績。因為你見好多，其實好多華將都仲係養緊傷啦。咁依家潘明輝咧都算係即係接到班啦。譬如你見吳家俊啦、黎海榮啊、蘇迪雄啊，咁嗰啲都全部都仲係一路都唞緊。好啦，咁啊，影翻張相啊。跟住睇下四連環預計派彩啦，一號、二號、四號、五號派$77。四重彩預計派彩啦，四號、五號、二號、一號順序派$5,769。頭先仲話攞翻獎金，贏埋添啊！拋開嘅發型起啊，精輝咪又加翻分噶咯喎！冇乜所謂啊，任務完成攞獎金啊，豬啊！好啦，跟住頒獎啊！呢、這個楊子京短途錦標啊！嗱，潘明輝下一場就其實同歡樂啊，嗰只都等咗好耐，好多朋友都話都未贏到。係啊，成日又做阿姨。係啊，轉泥地今次啊！呢邊啊，先睇翻個頒獎先。三級賽咁啊，獎金都唔錯啊，300多萬種獎金啊。係啊，頭馬都有180多萬啊嘅獎金啊。新加坡贏下啲三級賽啊，香港都贏翻場啦。潘明輝見到雙輝出嚟啦，係啊，連埋只馬三輝啊。恭喜馬主，一場比較小馬的三級賽啊，勝出。今季啲部署咧專睺住啲杯跑啊，一班嘅啲杯賽啊。姚本輝啊，季內第12 win 啊！好啦，影翻張搭照。楊子京短途錦標，恭喜曬！好，再一次恭喜馬主啊，同埋潘明輝、姚本輝起步出閘咧，就有你共賞啊！禮必都係會慢少少咧，啲咁多嘅起擒嘅。咁啊，精輝亦都唔快啦，跑開啲中距離嘅馬啦。咁啊，前面位置發型起啊，黐住嗰只天下圍攻嘅。咁啊，莫雷拉都唔敢同你鬥走噶啦 ，hold 翻住，稍稍跟下你啦。中間位置就匯力之城啦，跟住第四位就真好彩，貼欄就係有你共賞，包準咪已經騎緊噶啦，就係精輝。咁啊，精輝咧，其實依度你都見跟都跟唔住啦。咁啊，其實好早都已經開邊，咁啊，初時都冇乜反應，係過咗400-700位。先開始追翻近嘅距離啊！我睇下點樣跟住前面冇位要撞開隔離嗰只匯力之城啦～
有利共赏呢度都仲扭咗扭入个头，究竟想去边咧？出又唔够入又唔够，都真系几尴尬。哎，呢度撞开咗啦吓，我哋之神人身都歪埋。好，第三场福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啦。四连环一号、二号、四号、五号派77蚊。四重彩四号、五号、二号、一号顺序派5769蚊。孖宝派彩头关二号、尾关四号派1975蚊。头关二号、尾关五号安慰奖派11.5。分段时间头段13秒28，第二段20秒62，末段22秒73，总时间56秒63。